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mall Fantasy 江小燕的实况。今天我们要玩一款Minecraft 解谜游戏，然后它叫做《复兴三宫惊魂》。然后为什么会想拍这一款呢？因为复兴三宫是我的母校啊，我是复兴三宫毕业的，我当然要来捧场一下。我还记得就是以前就是复兴三宫还要唱那个校歌，什么"真闪微星，威武消息"，哦，超怀念，我天哪！然后。当然就是要来支持一下，就是学妹，应该是学妹吧，还是学弟？我是学姐啊，所以学姐要来支持一下你们的作品。所以，然后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一款《复兴三宫惊魂》。然后，听说应该是恐怖解谜吧，因为我以为它只是单纯解谜，就没想到是恐怖解谜，应该是吧？好啦，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到在这个空间里面是。出来，那我们就是里面有剧情游戏规则，注意请先阅读此书。那我们就先把东西都拿出来，然后这是红外套，红外套制服裤，我觉得红外套应该要把它染成红色的，这样才是真的是红外套。毕竟复兴三宫有名的就是它的红外套，虽然我不觉得手电筒，虽然我不觉得它红外套到底有什么好看，但是大家都觉得红外套很好看，然后。解析度就是这样子啊，没办法，就是因为如果我要录的话，它就只能调这么小，所以东西比较小，没关系，大家看，帮大家看啊，那就看这个好吧。注意，此地图为试玩版，若有什么 bug， 请至巴哈版上回报。然后哦，它是小喵翱翔。好，那再来什么游戏规则？我们看一下哈。游戏规则一，请调简单模式，这个调过了。二，音乐友好生物声音关闭，这里调过了。亮度昏暗，实况主可调亮度20，调好了。然后视野三 chunks， 这还没有调。五，请勿攀爬或行走于非正常道路上，请勿跳楼。六，如是多人游玩，请开启指令方块。七，请勿破坏任何方块。然后。对，那我们就是要，我们是不是要调那个？我发现外面的女生好吵哦，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关掉。啊，三 chunk， 哎，好吵啊！那女生怎么关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剧情好了。终于把资料打完了啊，已经12点了，赶快把作品做好，明天要检查进度了呢。哎，奇怪，放一箱倒柜。嗯，我的作品呢？该不会是忘在教室了？不行啊，不行，一定要赶快去拿才行。可是学校好像关了，不管了，翻墙也要爬进去。这又关我们的学业成绩呀、啊，拜托。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翻，这是我们家对不对？然后看样子应该是没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出门吧。在哪里？大家好像都睡了，我要小声点。厨房好像有些吃的带上吧？哦，这应该是那个吧，就是在外面租的那些宿舍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不能去别人家看一下吗？这是浴室间吧？厕所？这什么、啊？不要打扰爸妈比较好。这是原来是他自己家哦。可是爸妈两个人睡这么大的 king size 床，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你们睡那么大的床，我就只能睡那么小张的单人床？所以我要去厨房拿吃的就对了。厨房在哪里？这是客厅吧？厨房应该在这里。带点牛奶好了。啊，有牛奶耶，带点牛奶好。我可以全部都带走吗？留一瓶在家里面好了，反正爸妈应该很想要喝牛奶之类的。三杯鱼耶，全部拿走。三杯鱼的话，我就全部拿走了，我一个都不会留哦。有饼干，好多吃的哦！我家的厨房怎么那么多人吃啊？这什么、啊？哦，这是那个铁砧。我家厨房好多吃的哦，不管了，全部都带走，先带走再说啦。这是应该是客厅吧？外面的女生好吵哦，记得要带把雨伞。这是电视机吗？哦，快去快回吧！我真的想不懂为什么就是。你既然作业忘记带，就干脆就是明天再去学校做就好啦。我就是这样子啊。哎，我跟你讲，复兴三宫没人在认真做作业的、啊，大家都马上前一天才赶着做作业的。哎，这是什么 bug？ 救命啊！
我出来，我被关在自己家的玄关，我出不去了，救命啊！然后我是不是应该回报一下这次 bug？ 哦，好了好了，我们出来了。刚刚好像是其中一个踏板的问题，所以刚刚就是卡在那边，然后重新传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出来了。哎，这是我们的校门口哎，这是哦，这是对面那条巷子。然后我记得对面是不是叫什么彩博彩还是什么彩之类的？快去快回！哦，这什么？没必要到其他地方，快进学校吧！啊，一定要进去哦。我就一点都不想要进去拿作业啊！我不能去其他地方，我不能去博彩吗？我想去博彩里面欸。嗯，好吧。最好是校门口都不关啦。呼，终于到了，赶快前往班上吧，请前往广义真班。广义真班啊，他作者很贴心，他有附那个复兴商工102年学年度教室位置图。那我看了一下，发现哦。跟自己也完全就是跟以前学校跟以前就读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让我这警卫室哎，终于没有下雨了，好吵啊！位置看一下哦，请走到对面大楼3楼就可以找到广义甄班。好，那我们就去广义甄班吧。那我记得从那边走过去就是那个，所以我可以直接穿越过这个。哎呀，吵，一直下雨。哎，这是那个升旗台，哎，做的好像哦，好怀念哦，我的天哪，哇，你真不愧是，你到底有多爱复兴商工啊，居然就是做的这么像，真的太佩服你了。好，我们现在要前往广义甄班，真的好怀念哦，这里，我记得这边有一间是福利社，对不对？记得听说福利社最后改成全家了，有点难过。我以前超爱跑福利社。这里我记得以前这块好像是福利社吧？哎，设计教室都变了，全部都改了。哎，好暗啊！广义甄班在几楼啊？3楼。现在就完全没声音了。手电筒一点用都没有啊！广一平，广二平，这是哪里啊？太暗了啦，看不到啦。广一真，哎、欸，到了，广一真在这里。哦，干嘛啦？不要一直开门。到啦，广义真到了，然后呢？然后呢？东西呢？这不是广义真吗？啊，在这里，哎、欸，这里啦！什么？有人讲话？谁？这么晚来学校做什么呀？哈哈哈！哈屁哈屁哈屁啊你！我来拿作业不行吗？我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等一下，神奇画笔，怎么神奇画笔？长得那么像海绵宝宝鼻子上那根叉叉叉作品，生命之最。等一下，好可怕！等一下，刚才是谁在说话？别想那么多，反正作业已经拿到了，赶快离开教室吧。赶快离开学校吧。请直接离校，勿乱晃，否则跳剧情不负责哦。哎呀，我觉得那个好烦哦，那个雨声一直在那边刷刷刷，难不成是只有我有下雨的声音吗？这个很烦，每次都吓到我。我从哪边下去啊？这里可以下去吗？这里是厕所。谁在半夜来学啊？谁在半夜来学校啊？神经病啊！为什么没事要来学校啦？作业明天再交不就好了？我现在人在哪里？那是垃圾场啊！
哎呦，烦死人了！作业在全部挤在同一天，学期末前再做就好了，干嘛一定要这么认真呢、啊？这什么了？为什么会掉？这什么告示牌怎么掉下来了？储物箱？为什么储物箱跟告示牌掉下来了？我帮你插回去。哎，为什么？已经出不去了，哈哈哈！想出去吗？我在导导师办公室等你哦。导师办公室在哪里呢？日校导师办公室这里吧？那我要怎么进去啊？啊、哦，我要去夜校的啦。南侧。夜校在哪里啊？在楼上吗？他们不是在一楼吗？日校，夜校在这边吧。夜校导师办公室这里，在这里，门是开的这个。哎呦，干什么？是猫，哎，这边这边，你是谁？不重要，呵呵，这么晚。啊啊！干什么？这么晚还来学校，可真有勇气。等一下啦，太快了啦。可真有勇气呀，哈哈哈！我们来玩个游戏吧。什么？那就先外头传出爆炸声，又来捣乱了吗？说明我都放在箱子里了，你慢慢看吧。声音的来源消失，我刚刚真的被吓到了啦。想要出去呀，哈哈哈！那就先陪我好好玩玩吧。我在学校里放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去帮我找回来吧。给你点提示：图书馆第三数科教室第梅一信教室志强一郎以及校长室，要仔细的找哦。试完版仅开放至梅一信教室，那我直接去梅一信就好啦。梅一信在梅一信哪？啊，在对面啊，在美术科大楼。对，我看那个，哦，烦、欸，每次用这些声音干嘛啦？叫人家开到最大声，在这里。好险我还记得以前学校怎么走的，毕竟我以前也是在这里待过，好吗？三楼，好可怕。啊，好可怕！梅一信在这里吗？三楼啦，这里不是三楼。哪里？梅一信在哪里？快给我三楼！这手电筒一点用都没有啊，它不会亮啊。梅一信在哪里呢？梅一平啊，在旁边，在旁边。在这里吧，这里是梅一信吧？对，梅一信。喜欢关门。啊！这种！不要！不要过来！哎，怎么弄个僵尸？等一下，有话好好讲。我刚刚真的被吓到，我吓到整个弹起来，走开啦！对啊，他写什么？他写什么？我看一下。他写什么？在找东西吗？没那么容易。你是谁？反正就是这样。我刚刚那边吓到我整个弹跳起来。哎呀，烦哎、欸！走开啦，走开啦，不要过来啦！被 PU 毒化的学生，走开啦，走开啦你！烦死人了！什么来在这里的、啊？都在这里的啊！我先戴个头盔啦。头太大了，戴不下去了。好了，我们看一下那个玩完后请随意乱逛，小心惊吓。游戏目前试玩到此哦。好，悬疑的日记。一如往常地来学校上课，最近每天都有作业，都没办法好好的休息。最近常留下晚自习，常看到校长往楼上数科教室走，是不是学校教室出了问题？好啦，那虽然说它是试玩版，但是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因为毕竟
因为复兴商工是我的母校嘛，所以他把整个学校的精髓都做出来了。以前我也有待过晚，就是待过晚自习，待到晚上这样，所以我也知道晚上的教室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很期待正式版出来，因为正式版出来之后，我就可以介绍更多学校，学校的一些，比如说美术自强一郎啊，自强这叫什么，在自强一郎啊，图书室啊，然后管乐室啊，因为我以前是管乐队的，然后一些虽然我还蛮难过，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树三校，因为我以前是树三校，但是我看到教室位置图之后，我发现树三校好像不见。所以我其实有一点难过，因为我找不到树三校在哪里啊。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到这边啦。那我就很期待就是作者把正式版完成出来，那我再好好的介绍一下这款地图吧。那这次就先不要乱逛，又怕一些惊喜感都没了。 OK， 那谢谢，感谢你呢收看这款游戏的实况，然后希望我的惊吓没有真的很吓到你们这样子，因为我刚刚是真的被吓很大。好啦，那我们就下一次的时光再见啦，大家拜拜。